等等，安东尼同朱国孝落台子，庙里三气就也为欧内留下。二十四套庙六十米线八公里的蔬菜，都有偷走顺康不强工厂的工艺，本留下大道，现场都打唔到麦地，收集了后还提救唔到。庙里县政府连忙系暂时停工，配合相关单位调查，等资金理清了后将复工。意外现场吊笼本落沙打坏，损耗含有3多以内的胎石石头。只要是工人员工，事情发生之后的有的工人在吊笼当中，不幸本落沙打倒，无起物的。目前我们据我们的了解，整组施工的同仁啊，大概约五个人。那在现场在准备启动上边坡之前。在施工吊笼的里面啊，不幸遭到落石的一个击中。苗栗县政府公务处表示，没有62线八公里的蔬菜，一下当地的进行灾害复建工厂，可能是因为亚伯的天时唔稳定，加上经由设计图难约唔实贴造成意外，一下先暂时停工。已经勒令现场施工的现场进行做。停工啊，现场做一些现场的一个封闭啊，等待劳检局中区分局的这边的进行调查。那调查完毕之后，以及相关责任厘清之后，我们会进行做复工前的一个检查。烟府表示，没有62线因为体质关系，落雨过后各位有落石。烟府去年完成比法改善工厂可行性评估，前期用民众赶路桥的方式来改善，不过总经费要21亿元。公路局今日的建议，先用顺康管理分析改善评估，看分析的结果再提改善案。下个新闻，杨怡诺，苗栗报道。